上帝创造一个人要花上数十亿年，但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。我生命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。泰国东部的帕塔亚是享誉世界的海滩度假区，因为它濒临暹罗湾，有着绵延四公里长的黄金海岸，因此有着东方夏威夷之称。不管何时，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热闹的人潮。而冒险王这次来到泰国，是我们听说在帕塔亚热闹的人潮之中，有着一群不为人知的神秘客。这群神秘客名着以休闲度假为由，其实暗地里却是在此收集资料，窥视着泰国著名的暹罗三宝。所谓的这三宝，可不是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，也不是帕塔亚的碧海、沙滩、荷兰岛，而是那人见人爱、耀眼璀璨的红宝、蓝宝及黄宝。所以这次冒险王也将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暹罗三宝。这暹罗群宝的探险旅程即将由这越夜越美丽的不夜之城帕塔亚开始。明明知道身上有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，可是帕塔亚那诱人的碧海、蓝天与延绵的沙滩，就连我也难以抵挡这迷人的诱惑。还好在伙伴们的阻止下，才没让我迷失在这片热带的热土中。看到资料，好像说泰国是出产很多宝石的，对啊，有红宝、黄宝跟蓝宝三种。那多吗？有数量蛮多的。数量蛮多的。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哦，有一个蛮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去看泰国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最大的宝石交易所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它那个宝石交易所在帕塔亚东部，差不多40几公里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千塔布里这个地方。哦，千塔布里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千塔布里。对啊，我们去它的宝石山挖宝去。宝石山哦，挖宝哦。对。哇，那太好了。在这个诱人海滩四处查访后，我们终于得知，在帕塔亚东部110公里的千塔布里府，有着全亚洲最大的宝石交易市场，绝大部分的神秘客都会在这里进行宝石的交易。于是，我们搭上了绳条，循着神秘客的足迹，前往千塔布里寻找那人见人爱的暹罗三宝。只是当我们所搭乘的绳条在挪用转车时，呈现在大伙眼前的画面却是整条的水果摊贩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们决定上前看看这些摊贩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。水果街 ，Johnny， 这是他们的水果街吗？对啊。哇，这边是盛产的地方。这边是什么？到挪用吗？在千塔布里跟挪用中间的。千塔布里跟挪用的中间哦。这是什么？可以试试看看吗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味道很像柚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小粒的柚子，对不对？很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
这种外表看似龙眼的水果，虽然有水果王子之称，可是它的名称啊，在泰语发音上却不那么的文雅，叫做两光龙宫啊。在这水果街上，奇怪的水果还不止龙宫而已哦，像这种其貌不扬的水果就叫做蛇皮果。这看起来有点，所以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蛇皮果。蛇皮果。蛇皮果。这个很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啊、哦！每个人都吃看看。蛇皮果的长相怪异，就连它的味道也让我有些受不了。后来才发现，其实蛇皮果与榴莲给人的感觉差不多。我想啊，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。这口你闻看看，闻起来很臭啊，可是吃起来还好，不要去闻它就好了。很好吃啊，嗯，很好吃啊，嗯，不要闻它，很臭，很臭啊，真的很臭，受不了。尝了几口后啊，我们终于对蛇皮果的味道有了结论，那就是蛇皮果与榴莲相同，是因人的喜好而异的。酸酸的，有点像酸的荔枝，然后酸的荔枝加凤梨的味道。罗永是泰国水果的盛产地，只要是泰国所有的水果，在罗永几乎都找得到。看着大伙采购着各式水果，此时啊，我也没闲着。说到泰国水果果王榴莲呢、啊，我可就难以抗拒它那诱人的美味，当场大口大口的品尝起来。我们现在哦。在千差布里跟罗永中间，然后这一段地方呢是泰国的水果之都。如果你们到泰国想吃水果，一定要到这边来。你看，这么多水果，几乎泰国的水果的种类它这边都有。那刚刚我们在帕塔亚做那个松条哦，它只送我们到这边而已。等一下我们还要自己想办法往千差布里的宝石山前进。在泰国的罗永，我们见识到了水果的多汁美味。而大肆采购的我们，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发现了暹罗的另外三宝，那就是榴莲、山竹、红毛丹。就在大伙收拾好背包与行囊，准备上路的时候，天空却下起了小雨。我们也在小雨的陪伴下，继续展开这暹罗寻宝记的冒险旅程。Homestay 哦，有，差不多也12点了，吃个饭吧，好，吃个饭，啊，中午的时候，大家的五脏庙也开始作怪了，眼看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更顾不得是不是有翻译向导在旁，当务之急啊，还是先摆平我们的五脏庙再说吧。天哪，不知道从哪跑出来的一群怪人，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怪人，大伙还真的有些不知所措呢。你们可以拿起来吗？ Take off your mask。 这拉回来的话，อาหารพื้นบ้านก็มีนะคะอาหารก็มีแกงคั่วหอยโขงที่จะกับที่ชื่อด้ามค่ะครับคือ哦，他说戴面具是他们店里面的特色，然后他现在问我们时间差不多，问我们要吃什么，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菜有几道。你真会瞎掰哎，我都听不懂一句，你完全听得懂啊？不管了，他应该是介绍菜色吧？对，应该是问我们要吃什么了。可是吃什么？可是。
在身旁没有翻译向导，只不懂泰文的情形下，看着菜单上大大小小的豆芽菜，这真的考到我们。我想该是用国际肢体语言来沟通的时候了。鱼，这样鱼哦，鱼鱼鱼，好好好，鱼鱼鱼，好 ，this， 螃蟹是不是？螃蟹，螃蟹，好，螃蟹，螃蟹。就在一阵比手画脚、似懂非懂的情形下，在泰国的餐厅点菜好像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。怪不得啊，肢体语言被称作为国际语言。就在大家期待着山珍海味上桌时，大伙环视了这餐厅四周的摆设，有了一个结论：这餐厅在泰国应该算是个所谓的主题餐厅吧。螃蟹啊，这个鱼，鱼头不会抬起来哦。我只是看前面的，它前面的后面还抬起来。蛇，眼镜蛇吗？蛇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不是螃蟹吗？螃蟹。怎么吃啊？这一道道泰式风味餐点上桌，却没有人敢拿起身旁的餐具用餐。唉。没想到肢体语言在国情不同的情形下，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意思。运用肢体点的鱼，变成了炸蛇皮，而螃蟹变成了炸壁虎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最后一道菜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才对。就在制作人勇于尝试下，大伙才纷纷动起手来用餐。还不错，什么味道？酥皮，甜酥皮的。我先吃青蛙，青蛙，这样，这样，对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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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手怎么在抖啊？眼睛看的，手上拿的，嘴里吃的，这些泰式风味餐点可是我明道生平以来第一次的尝试。没想到冒险王除了行程冒险以外，对于吃也是冒险连连呐、啊。哦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浓。对对对对，其实这个味道呢，这个味道就有点像台湾的咸酥鸡，只不过它的长相没有咸酥鸡那么好看。对啊，但是让它吃起来，它的口感真的是不错。虽然我们点了这几道泰式风味小炒，在菜式方面乍看起来卖相有点让我们难以接受，不过一道一道的尝试过后，感觉上却与视觉上给予的感官有极大的不同的差异。大伙越吃越起劲，对于五脏庙也总算有了个交代。我们啊也开始慢慢享受这种泰式风味小炒。就在大快朵颐享受着泰式风味菜时，奇装异服的服务生又拿着不知道什么怪东西给我们看。这酱鸟肉，天啊，这不是手工吗？不会也成了我们桌上的佳肴了吧？没看到还好吃，不过蛮好吃的，真的。比较像鸡肉。对，像那种鸟肉，不要讲都还好，其实蛮好吃的。俗话说啊，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，没想到泰国人对于吃也算得上是堪称一绝啊。就连手工这种东西也成了桌上的佳肴。现在的心境啊，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这泰式餐厅除了布置特别之外，连他们的菜色都相当的特殊啊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能做成桌上的佳肴，就一定可以吃，管这么多，还
还是先去厨房看看吧。我不行。原本呢、已经接受刚刚那几套独特的佳肴了，可是就在我踏进厨房后，开始有点后悔，因为厨房里的大厨们为了方便我们去认识每一道菜色，还特地把没处理的材料一道一道整齐的摆设在我们的眼前。面对这几道菜，一时也说不出话来，生怕在胃里的食物一涌而出啊。还是趁着胃里的食物没打滚前，趁早离开这怪怪餐厅，继续赶路去吧。千他不理耶，千他不理。哎，应该没错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车来了。等一下，刚刚那个卖水果的阿姨跟我们说往这边走。那现在我们要坐虫桥，刚好车子来了，我们要赶快上车。问他一下是往千他不理。千他不理。千他不理。哎呀，对哦，耶，好快哦，不用等。离开了怪怪餐厅。也顺利的坐上虫条，继续展开千他不理的寻宝记。不过面对这完全陌生的千他不理，还会面对什么惊奇的事物或是挑战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还希望一切都能顺利才是。Johnny， 哎，我们离千他不理还有多远啊？大概还有10公里吧。10公里？对啊，10公里。我看照这个速度，大概10分钟就到了，很快哦，很快。我要再开这个。好快感哦！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下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。没有人要理你，没有人要理你，好像没什么人要理我们的样子哦。我们是不是太奇怪了一点？亮，我很狗腿吗？不会不会。在车上，我们与身旁的小姐聊得非常的愉快，而且啊，我们也顺利的得知这全亚洲最大的宝石交易市场所在地。Johnny 啊 ，Johnny 啊，我们到底要到了没啊？坐了上啦，已经到了，到了，哎，刚刚好到了，转进来了，转进来了，对啊，到了，到千他不理，我们已经到千他不理了。什么时候下车啊？看嘛，人家下车我们就下车啊。你就给钱是吧？The diamond tree. Diamond tree. Yeah, yeah, yeah. Diamond. Diamond tree. 안녕하세요知道了。จะไปถนนอัญมณีใช่ป่ะคะไดมอนด์สตรีท帮我们讲价，我们全部做才30块到宝石市场。30块。哦，全部都才30块，全部都才30块，上车，坐，上车。宝石交易市场找到了，走吧。有人说泰国的人民是相当友善的，这句话原本听在耳里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不
过啊，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千他布里，我终于感觉到了泰国人的热心与善良。对于泰国，我也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感受。喂 ，Peter， 哎，我是赖格。啊，对，我们现在在千他布里。俗话说啊，出外靠朋友，所以在这完全陌生的千他布里，赖格也开始打电话找当地的朋友，来协助我们去认识千他布里这个全亚洲最大的宝石交易市场。下了车，面对四周陌生的环境，就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，真不知该从何找起。我们现在在普吉岛东部138公里的千他布里市区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，听说是全世界东南亚这边最大的宝石交易，全世界1/3的那种红宝啊、蓝宝啊、黄宝都是从那边出来的。啊，可是这边很多宝石交易所，我们怎么找啊？在队员赖格与他的朋友约好时间地点后，看看手表，距离碰面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。虽然对于千他布里我们是完全的陌生，不过想想这里也是全亚洲最大的宝石交易市场，大伙也不免产生了点好奇心。大伙决定先去探探这全亚洲最大的宝石交易市场到底有多大，也顺道好好的认识一下这完全陌生的千他布里。就这么毫无头绪地穿梭在千他布里的大街小巷中，惊奇的事物也慢慢地开始凝聚大家的目光。所谓的宝石交易市场，只要一张桌子及椅子就开始进行，真是跌破我们这群外来客的眼镜。眼前的黑色饮料，正是泰国人最常饮用的泰式传统咖啡。一个玻璃杯中加入1/3的糖、1/3的炼乳，再加上1/3的黑咖啡混合在一起，这就成了著名的道地泰式咖啡了。你看这下面 一圈全部都是砂糖，然后再一半的炼奶，然后咖啡是上面的，甜到一种程度，我跟你说。哦，难怪那个喝起来这么甜，糖分真的也是太甜了。Peter，Peter， 那边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啊，好久不见，不好意思让你们等那么久啊。哎，帮介绍一下，频道。哎，啊。终于，我们在这传统的泰式咖啡小店中，也顺利的与赖格的朋友 Peter 见面。我们这一趟最主要的目的是听说这边还有在挖宝石啊，挖宝。我有听过一点点那个宝石山，我不知道。真的有宝石山哦？有啊，真的有宝石山。我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先去问问我朋友。我要问你朋友。那等一下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是在交易，对，这是，那我们给他做，这是非洲来的，非洲，非洲的蓝宝，非洲蓝宝，这个叫做这个 Pinches Cut， 没关系，我这个就是宝石，拍的像那鸽子切的像钻石一样的形状，对对，钻石的切的像钻石一样的形状，这个如果在台湾呢，在夜市看到还以为是塑胶的。可以手拿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算几克拉？这个19克拉。19克拉。这个，但是这个不，如果这颗是红宝的话，这红宝应该差不多5000万。5000万啊！如果是红宝，如果是红宝，但是现在这样的差不多。是差不多5万块左右而已。哦，差那么多。天哪，没想到这样大小的红宝石就要5000万泰铢啊，怪不得宝石总是那么的让人爱不释手。 Peter 的朋友为了要让我们更认识宝石，也拿出各种形式与色泽的宝石，
看着看着，我也开始有些眼花缭乱，还是拿起放大镜来仔细观察这些宝石吧。听说真正的红宝与蓝宝现在已经很难再发现了，听到这个消息让我们有点气馁。不过啊，搞不好还是有机会能够挖到真正的红宝石或蓝宝石哦。这个时候，在宝石交易街上的交易人潮越来越多。由于泰国的宝石产量越来越少，现在大多数的宝石几乎都来自于缅甸等边境。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对于来泰国挖宝的我们产生了一些打击。不过啊，我还是相信有志者事竟成。看了这个世界级的这种宝石交易的市场哦，真让我觉得心痒痒的。你看那一颗小小一颗哦，动辄都上百万的。彼得，你朋友不是要带我们去宝石山挖宝石吗？真的要去吗？对啊，要啊，怎么不要？那没问题，我们去找他，好吧？找他，好，快快快，我们受不了了啦，心很痒。在泰国千差万别的宝石交易市场，好不容易从 Peter 的朋友那得知宝石山的所在地，我想是该开始前往宝石山寻找梦寐以求的宝石了。既然说到山呢，势必就要由山区开始找起。我们也顺利的找到 Peter 朋友所告知的地点，出现在眼前的这片原始森林，这也难怪所有的宝石都会这么难以发掘。Peter 啊，我们到底还有多远啊？是宝石山往这一条溪上去吗？对啊，上游，对，就要从这条瀑布走过去，到前面。好。小心一点哦，靠边，哎，后面小心一点哦，还越过它，干嘛？有蛇啊！快走！才准备开始要穿越这座原始森林，没想到才刚进来，出来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只刺尾青竹狮。不知道青竹丝突如其来的意外出现是在警告我们些什么？我想既来之日则安之，还是绕道继续前进吧。对呀，很滑啊！哎，我们到底还要多久啊？差不多了吧？过了这边爬上去，过那边再走一段路，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应该可以到。啊，还一个小时哦！我们现在已经海拔130公尺了，才爬到海拔130公尺的地方，就已经要大伙手脚并用的来攀爬，真不知后面未知的山路会有多艰辛啊！大伙走着走着，前方的路却被这横躺的溪流给挡住了。我想我们要改走水路，才能继续往山顶前进。不过看着眼前被激流激起的水花，像是宝石般晶莹剔透，我想我们是来对地方了。每跨出一步，就离宝石山更近一步。不管如何，我想我们该像这群蚂蚁一样勇往前进。宝石山，我来啦！越过河谷中的激流后，
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却是一大群的鱼群。面对这满溪谷的鱼群，我只能用鱼满为患来形容。或许就是因为这里人烟稀少，鱼群生活的环境没有受到外来的人为因素破坏，所以才能孕育出这群不知名的鱼群生活空间与环境。无形间我们也上了一课，这个生活环境是属于万物，我们也有责任来好好的保护它。如果生活环境遭受到破坏，相对的你我的生活品质势必降低。所以环境的好与坏是要靠全人类的努力才能保持住。Peter 告诉我们，就在这条溪源头的不远处，也就是宝石山的所在地。大伙这么一听，显得更加的兴奋，好像宝石山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不过眼看前方河谷中的激流更为湍急，对我们而言真是喜忧参半。这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刻意的安排，就有这告诉我们，想要寻得泰国的三宝，并非这么的容易，还要经过更多的考验才行。由于大伙考量到摄影器材装备的防水性不佳，可能没有办法经得起这激流的考验，所以决定不与这激流做正面的冲突，改由河谷边的山壁攀爬绕过激流，再直攻山顶上河谷的源头。Peter 说啊，山顶上的瀑布就是这条溪谷的源头了。大伙听得有点迷惑，怎么可能这条溪的源头会在瀑布之上呢？按照常理来说，源头的水流不应该这么大才是啊。大伙越想越难以理解，不过看见这眼前的瀑布美景与溪流中悠游的鱼群，大伙决定先在此暂为休息，也顺便享受一下这原始森林芬多精的洗礼。而我也想在这清澈的溪水中，把握这难得与鱼共舞的大好机会。竹节虫，没看到？竹节虫，哇，竹节虫耶！看起来跟蜘蛛好像哦，可是这好像真的好像竹子哦。竹灯差点踩到，是不是给竹灯看一下？对啊，让干嘛抓竹灯？你干嘛抓？向竹灯前进吧，向竹灯前进吧。由于瀑布高达百尺，而我们在没有安全装备可以加以确保的情形下，大伙决定绕道攀爬而上，直达瀑布的顶端。接下来，不管是攀岩而上，或是林间纵走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宝石山就在不远的前方。想到这里，大伙好像都忘记之前的艰辛路程，加快脚步朝神秘的宝石山迈进，希望在宝石山能发现稀少的宝石矿。都上来了吗？都上来了吗？上来了，上来了哈。对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
喝过。这边的瀑布哈比较特别，因为一般的话瀑布它有个这流河，对不对？对，流下去的。然后这边呢是从地下的水。哦，这边哦，我们这边是地下水，难怪上来这边没有看到很大的那种。Peter， 我们那个矿山还有多远啊？矿山了，大概快了，不过30分钟吧，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啊？哎，大家再加油吧，剩半个小时。有的吗？这次没有再骗我们了吧？没有了，时间久了半个小时骗你。好，来走啦走啦走啦，出发了，走，来，有了吧？好，好，可以啊。好不容易走出了丛林，映入眼前的是一整片怪异的植物林。从四周的环境来看，应该是有人种植的才对。现在你干嘛带我们走这边呢？哎，要通过这边才能够到这个宝石山哦。穿过这边哦。这是哪里呀？我看到这个果实哦。这个是一种泰国的一种果实啊，叫做蛇皮果。哎，就是之前吃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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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，在楼永的三藤布衣那边吃过。蛇皮果树，这不就是在罗永水果街上让大伙有些难以接受的蛇皮果吗？原来眼前的植物就是蛇皮果的果树啊，仔细看看还真的有些类似之处，多刺的树茎搭配带一点刺的水果，还蛮相配的。哇，你看这个树长得这么凶悍，这很硬哎，你看掉掉掉，有没有听到？而且那果实，你看这蛇皮果长得也是那种这么丑的样子，看起来也不好吃。当初怎么会有人会去发现说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吃，而且还酸酸甜甜，还蛮好吃的。你看一种就这么一大片，泰国这边啊，我们刚经过的公路，很多都一片啊，就这样很大一片就这样种。哇，发现这种人类真的是很厉害，很能很会去发现。看着蛇皮果树。突然感觉到大自然造物者奇特的地方，看着长满利刺的果树，或许是要防止鸟类及大型动物啃食，以延续后代的生长。不过当聪明人类的出现，加以培育种植后，果树得以存活下去。而结实累累的果实，则可以提供人类食用，或者将果实加以买卖来换取所需。这种形态真是奥妙。出来了，外面通了，道路了。啊 ，OK。哇，我们刚看好多蛇皮果、哦。对啊。你问一下他是不是当地的？这是他们陕甘的北都来所种的菜。这是他种的主人，这是果园的主人。哦，这是他们的他的主人哦。对 对, 对。那他这个果树的年龄可以长多久？有的树它长起来可能几年以后它就不能够结实了，而、有的。可能几年以后他才能吃，或是怎么样？他的一个年纪，补了冬菜啦，后来你就看那个，他带了补吧，带了补那个。带我们来个工地干嘛？你要去宝石山哎、欸！这就是宝石山啊！啊？对啊，挖宝石的地方怎么会长这样子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个是土而已啊！彼得，你有没有走错地方？你是故意整我们？对，看，你可以看后面的山，你看那边，那是工地啊，人家挖宝石啊，对啊，你现在不是用手挖的哈？啊？是用机器，对不对？你用手挖已经是100年前了，现在。夸大了哈，现在已经真的哦。对，你看这些空地是他们挖出来的泥土哈，冲了以后呢就冲到这边，这样看起来很美丽耶。来个工地爬那么久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真正的宝石山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看有没有，哎，好美丽哦，去看看好了啦。好啊。这是他们挖宝石，这是我朋友啊，叫阿波啊，阿波啊，阿波啊，对。
OK， 你看看他们是真正的坐着挖这个矿是这样子，不是那边一个一个捡，好像山上一个一个捡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一百年前的、200年前的。是真的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找宝石啊！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现在不赶快捡，什么时候捡啊？找不到的啦，人家专家都在找，找不到了，你们找得到？这样子找哪找不到？你干嘛不掉了？那如果说这边是宝石山的话，那是不是啦，因为挖出来那么多石头啊，都是宝石挖的发大财了。他们这个挖出来，挖出来是宝石，在那个机器里面。啊，是在机器里面啊。他们现在在挖了哈、哦，挖好了，现在在找，在找了，对，在找。他们捡出来，它就是分出来的，就是。这里还没有啊，怕万一掉出来，怕万一有掉出来，对，不过基本上这边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它上面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有有，它那个盒子里面都是，跟他借，跟他借。它这边产的主要是绿色，或者是黄色，这是绿色的。墨绿色，然后再去磨。今天拿到的怎么那么多？啊！今天他们从早上八点到现在就这么多。容易啊！那他们这样能够卖多少钱？那两千一台就卖了。啊？这卖多少钱？两三千块。啊？两三千块哦？那这么多机器在跑，然后这么多人，这样划算吗？我今天亏本。买了没买完片没得弄没得啊，这越早还越多哎，刚摆的还没那么那个。我才双面的，才三面的。哎，这有颜色的，绿的哦，绿的。你这个嘴太多了，黄皮的，你嘴太多了。这要是我看到，我会觉得就碎玻璃一块，有什么？他们这样搞真的是需要专业的那种辨识的经验，不然的话像我们就嗯。那边可能有。我刚刚有问他们说啊，如果说宝石如果跟着这石头掉下来怎么办？他们回答我说，那就没关系，那就不是我们的运气了。我觉得他们的心目中哦，他们觉得把宝石当作是一种探险。不光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赚钱的东西，一定是他们也有那种探索的那种兴趣，真的让我觉得来到这边感觉对这边有更深一层认识，好吧？那既然他们都收工了，我们就接着我们下一段的旅程，走。你就问他们，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找啊？找到算我们的。嗨嗨嗨嗨嗨嗨，赶快啊！真的很想看看这个五爪金龙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心中。